That's mansion. And your mama's blessing. That's like Kim Kardashian. 我给你们看一幕。Amy does it. How you gonna end it? You one day. 哎呀，就这，就这段。媳妇儿。You'll be popping pills all day. Bang your daddy sweet, so what you think he's gonna say? I'll be dying proud of when this shit no face. No face, yeah.帅不帅？我就问你们，我再看一遍，他真帅！天哪，我的天哪！你不觉得他很帅吗？我天哪，他那眉毛我也想染一个，怎么办嘛？他的声音就很 new wave， 你知道吧？他的声音就很能把人带进去。She just wants to be closer to my heart. She don't actually love me. She just wants to have someone to adore. She don't actually.我也打算，我最近有想打算拍一首我自己的歌的 MV， 小的 MV， 可能没有很大的成本，但我想去拍一个。想去试一下，听一下这个 beat。感谢恭喜一下哥找到新工作。这首歌有点适合我啊。哎哎啊啊！听到的见到的说到的做，见到的说做，我爱见到的做到说到的做，说到的做做。Yeah. What's in the credit in my
靠，这个被别人唱了，真的很讨厌，你知道吗？我要唱的时候他不要唱行吗？听一下这首歌。写首歌就叫冲冲冲，写首歌叫老子就是穷。真的想写首歌叫老子就是穷，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家徒四壁，老子就是穷。洪老师什么时候还可以听你唱 rap？ 你去多看看那个第一次告白和那个叫什么迷途羔羊吧。粉丝的群里面我经常会发一些 demo 啊，先问他们，他们今天听了我两首吧。啊，你什么意思？我脸皮为什么能拉这么长？我写的。下这首歌我还没有唱完过呢，洪总别生气啊，要说百分，我就没把，没有，我没生气，我没有生气，小 M， 你放心吧，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没有生气，我没有那么小肚鸡肠好吗？我准备唱一下这首歌，练一下。我习惯了每一次在梦中都被惊醒，我习惯了每一次在睡梦中都被惊醒，都被惊醒。我也明白家庭关系为什么会陷入瓶颈，陷入瓶颈。老师还总告诉我们要时刻保持着清醒，离开了学校也要像小朋友一样服从命令。我从小就立志不在观众席看着他人表演，我把每一次的挫折都当是导演给。每天挂着笑脸努力做到不令人讨厌，从小没想过小学六年级就点了我。每一次的失望我都会告诉自己，慢慢的说服自己，想到小时候也被老师扔掉画笔在垃圾桶里，不停的翻已经习惯，不愿相信人生如此平凡。妈妈说不想我留下遗憾，现实却把我的梦想拆成两半。已经习惯，不愿相信人生如此平凡。妈妈说不想我留下遗憾，现实却把梦想拆成两半。特别好，就是有他说他知道他已经成年，没有办法再像小孩一样掉下眼泪，他知道了生活没有办法承担他的生理盐水，他爱过的和他爱过的还爱的他也明白自己都无法挽回，慢慢的他也像他的爸爸一样每天早出晚归。
他还在跑，目标太高，每天都不停的时间赛跑，就算他每一次都会摔倒，但他更怕梦想会随着衰老。这歌词挺棒的，其实都是我自己写的。这首歌是我准备写完的一首歌，我习惯了每一次在梦中都被惊醒。我也明白家庭关系为什么会陷入瓶颈，老师还总告诉我们要时刻保持着清醒，离开了学校也要像小朋友，我说这离开了学校也要像小朋友一样服从命令。然后从小就，这是我自己的一些事情，就是从小就立志不在观众席看着他们表演，我把每一次的挫折都当是导演给的考验，我总觉得是大家在试探我，或者从小就立志不在观众席看着他们表演，我把每一次的挫折都当是导演给的考验，其实每天挂着笑脸努力做到不令人讨厌，我从没想过小学六年级就点了我的第一包烟，每一次的失望我都会告诉自己，慢慢的说服自己，想到小时候也被老师扔掉画笔在垃圾桶里不停的翻，已经习惯就不停的翻，已经习惯了，我不愿意再相信人生如此平凡，妈妈说不想让我留下遗憾，现实却把我的梦想拆成两半，直到现在也是这样的，我的妈妈就说不想让我留下遗憾，但我的妈妈为我付出了她的孩子在外面，她没有见到她的孩子两年了，但现实却没有那么心疼我的家人和我，却把我的梦想拆成了两半，梦和想，对，然后嘴上总是说着都不在意，每个人都不想受到排挤，一身才艺也会自我怀疑，就一身的才艺这个人呢可能也会自我怀疑，可能他遇到一些喜欢的女孩，她也没有办法，就很多男生太会说了，但我可能不会说，对，就嘴上总是说着都不在意，每个人都会不想，每个人都不想受到排挤，一身的才艺也会自我怀疑，可能没有他们能表达爱意。对，我准备买个机票回去吧，买个机票回家。对，这个歌词就还挺好的。然后出了一首新歌叫 Baby You Hot Top， 叫 Baby You're So Hot， Baby You So Hot， 但是要改一下，我本来就想叫 So Hot 就行了，但是他们非要说 Baby You So Hot， 就叫个 So Hot 吧。我习惯了每一次在睡眠中都被惊醒，我也明白家庭关系为什么会陷入瓶颈，老师还总告诉我们要时刻保持着清醒，离开了学校也要像小朋友一样服从命令，每天看表演，我把每一次的挫折都当是导演给了考验，就是每天挂着笑脸努力做到不令人讨厌，没想过小学六年级就点了。还有一首歌其实很棒，我很喜欢那首歌，我给你们找一下，我给你们听完整版，稍等一下，哎，玩一下呗，那就玩一下。